假动作，漂亮 ！TJ 李夫，哇，向右做了试探步，不错，抢一三分没有，射箭不扣，漂亮！哇，大鸟，本赛季的最佳进球，到现在为止，射箭这个不扣，有点大鸟的感觉，这才是之前的大鸟啊！这个是非常经典啊！牛接球，打得漂亮！哎呦，空中接力啊！哇！马上可能是有意为之啊！啊，对。再给他低位推一，传给上线，嘉豪黄气来了！哇！于嘉豪突破暴扣，这球非常提振士气啊！哇，好快！一脚三分球，哇！这是严鹏飞吗？应该逗我吧，这个球。那个进攻怎么来布置？孙铭徽进来了，漂亮，硬啊！虽然说没有打进啊，但是篮板球还在哈斯控制当中。单手拿球，王少杰，蛾子大王把这球扣进去了，这球非常的提示啊。林间，哇，开山劈扣啊！火燎的金刚，烟熏的太岁，来自澳大利亚的索恩梅克，还是想去找马振翔啊！这个球被刘万森果断的发现，好球啊！刘万森今天上来之后，竞技状态非常好。有点太大了，乔丹贝尔，乔丹贝尔，我的天呀、啊，力拔山兮呀、啊，摧城拔寨呀、啊。